真快啊！没咬对，咬错了。 还可以吧，我的狗熊还是很猛的。怎么蓝开了？这个狗熊蓝开挺快的。我在路上。对面急了呀！ 感觉对面摆烂了呀！我操，他们选出剑圣打野的时候，对面直接摆烂了，我感觉。回家补状态。 还差100，操！这神分是真贵呀，妈的！寒冰之下藏着怒火，连下路都不用去了。 啊，失误了！妈了个巴子的，这个傻狗！我应该第一时间闪现把他带出来的，犹豫了，没想到他在我身上窜那么久。 我应该直接在闪现把他带出来，他就直接必死。这边不敢拿了。差一点。集合进攻亚龙。下路不是坐牢了？我在路上。我怎么脱龙了呀？ 敌人消失，发起攻击，攻击敌方防御塔。
我在路上。我是蛮荒的血脉。回家补状态。我在路上，发起攻击。发起攻击。我在路上。他上票只是为了，表示他心中的不满。现在的人技术不咋地，脾气很大。激活敌方孙悟空。我在路上。救不了了，这卢仙一套给我打了太痛了。在路上，发起攻击。投了，三把 MVP 吧，是吧？不给我能给谁？